就觉得好像不习惯，就觉得好像不习惯。
这样。花生芝麻核桃酥现在哪
Thank you.
Thank you.
没人翻，我可能来。不带妈妹的棉花罩子。要么我屋里向弄个得来吃了，小姐把你弄好。老张，得了，还得几个人？把那脚背塞下，完了就不要留脚印儿。
他现在打工了。嗯。我还想问呢。我也不知道什么。